怀着孕不忌口，儿子生下来有毛病怎么办？我就想吃点有味的，怎么了？你在乎你儿子，谁在乎我？你还委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姑娘，咱不理他，我给你做一道没有辣椒的解馋酸辣汤。嗯，真的吗？食神归位。豆腐、火腿肠、木耳、胡萝卜切丝，西红柿下锅炒出沙，加水，凤梨切好配菜，加入调味料和少许白胡椒粉，最后放上香菜末，解馋酸辣汤。哇，没放辣椒，它喝起来酸酸辣辣，好爽口啊！汤里没辣椒也有白胡椒，你给我少喝点。喂，在我的店里，不管你是谁，对孕妇大吼大叫就会受到最高级别的惩罚。老婆，我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敢对你态度不好了。好吧，谢谢你啊，摘猫。